獒是水性最好的大型猫科动物，它在水中的胜算更大，一只雄性美洲豹出现了，十多年来它一直在这片领地狩猎，既不怕危险的猎物，也不怕其他美洲豹。水中的对手寥寥无几，这里是觅食的最佳选择。然而水中潜伏着一位史前杀手，正等着将猎物拖入深渊。美洲豹每前进一步都有可能误入陷阱，美洲豹一旦准确咬中，利齿足以刺穿头骨，让猎物无力还击。这只凯门鳄可不是一道小菜，人们很少记录到美洲豹袭击这么大的鳄鱼。这顿大餐够他享用几天了。